心素心伤痕，一朝与离分不敢浮沉。独醒了，往事讳莫如深，藏情喜爱恨，熟悉天真。与故人相望回忆翻滚，却只敢梦里温柔几分。这一吻与你情节沸腾，沙华里温存扰乱星辰。相遇数错人数山河完成，相遇恨未被侵吞。不愿乱世多一个异乡是真话永恒。共赴这征程等繁华几寸，重写人生回眸心疼。余生有你共持身份，不顾身等心生。朕交代给你的事办得如何了？因德胜昌分家一事，君九龄已折返回泽州，臣已命金十八前往。方家败了，朱家倒了，这是个好时机，切不可再错过了。是。所言极是，其他地方也要严加不控。是。见过清河伯。既然韦将军来了，就让他的人前去永靖军，你带你的手下前去交河。是。伯爷，最近调动如此频繁，末将认为如此大规模的重新布防，很可能给北齐可乘之机。韦将军的意思，伯爷的布防比不上陈国公的安排？末将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的意思就是不愿意调动了？伯爷，末将不是不愿意服从调配，只是伯爷这调配不像是为了布防，更像是为了撤防分兵分权。伯爷，您忌讳我们是陈国公嫡系，打压我们也能理解。但如今北齐人就虎视眈眈，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啊！伯爷，拿枪！伯爷，韦将军，你可知道陈国公为何要逃离京城？因为陈国公知道这北地是他的天下，正因为有你们这些人在，他才确信一定能在这里得到庇护。不，我们是天佑官兵，如果陈国公有罪，我们是不会相护的。北地这么多官将兵士都曾是陈国公手下。够了，走。伯爷，快走。伯爷，伯爷，走。伯爷，走。伯爷，看来诸山一日不落网，这北地就一日不得安宁了。还有谁不服从军令的？陛下如今已经昭告天下，定了我们的谋逆之罪，见者可以斩立决。以后过每一周每一城都很难。再难也不怕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只是这一次
牵连了君小姐。是啊，早该结了他们的婚约，连累了他呀。父亲母亲，不必自责。谁人能够未卜先知呢？况且九龄他已经是郡主的身份，神医之名，定会化险为夷的，对吧？但愿吧。陛下，清河伯擅自更换布防，北齐太子尉迟海率军突击，北齐大军趁虚而入，清河伯已落入北齐敌军包围之中，失去消息。此前安排的援军有半数，不知所踪。朕不想知道他们为何出尔反尔，也不想知道是谁犯的错。朕现在只想知道，拦住了没有？北地大军已分三路拦截北齐贼兵，另有山东、山西总兵驰援，两军已到河北，必将贼兵尽数斩杀。也就是说，还是没有拦住。一群废物！陛下息怒。伯爷，进去歇息一刻吧。多久了？已有六日了。按照事先的部署，援军应该早就到了。你是有什么事儿吧？快说。伯爷，刚刚收到消息，我们有三路军私逃了。什么？这帮混账东西！逃了多少？东路一万，西路少了两万，南路也少了两万。三路总共十万援军，这少了一半，还如何打呀？是。这北地的官兵，为何如今变得如此懦夫了？他们不是懦夫，即便要逃，也不可能一下子能逃这么多人，只怕是另有军令要听从罢了。陈国公，对，能让北地官兵这般大胆的，只有陈国公。对，陈国公。主山，你这是要置我们于死地呀！陈国公，出去奔赴京城的三万人马，还有两万人马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截了北齐的粮草，今晚便与我们会合。好，集合之后，即刻去解救清河伯。是。他坚守了这么久，也不易啊。他不会定你一个私自调兵之罪吧？定就定了，我也这么做了，我认。陈国公，您这么做是因为清河伯擅自调动布防，闯下大祸，如果没有您的部署，这场国仗早就输了。但愿他能记住这个教训。父亲，我们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再而你讲，北齐现在已经倾尽他们举国之力，想要击溃我们的防线，内部一定会有所空虚，布防上面也没有之前那么森严，随而想深入敌境，刺杀北齐皇帝，解我局势之困。不行，你孤身前往太过冒险，不行。父亲，不能再犹豫了，为今之计，只此下策。陈国公，我等愿与世子一同前去。陈国公，夫人，我们定保二哥平安归来。我们已然从陛下手中逃出升天，还怕他北齐皇帝不成？父亲，儿子自幼与您从军，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定然不会鲁莽。赞儿。好吧，但一定要平安归来。赞儿，答应我，不管成功与否，要安然无恙的回来。好，放心。父亲，母亲，儿子不孝，先行一步。父亲，母亲，保重。儿子，父亲，走了。一定要安然无恙的回来。
担心了。咱儿子又随我征战，我相信他，他定会平安归来。如果刺杀成功，我即刻赶往京城，你留在北地。如果天意成全，你我夫妻定会在北地相聚。你我夫妻数十载，相扶相携，同心同德。你若真的怕我忧心，你跟赞儿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我答应你。末将观察过了，西面包围薄弱，不如我党护送伯爷突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末将愿意留下抗敌，请伯爷杀出重围，将来为末将报仇。荒唐！我什么时候在敌兵面前逃跑过？伯爷，您这不是怯战而逃，只是您这样死不值得呀！是啊，伯爷，不值得呀！伯爷，三思而后行啊！伯爷，赶紧走吧！够了！此次首战，最重要的便是一口气。如果我们突围，这口气便泄了，我军便会立刻溃散，人人奔逃。到那时候，北齐大军便会长驱直下，直奔京城。这样的后果，你们想过没有？敌人势大，然我等只要稳住军营，比起在旷野上奔逃，就更有生存的希望。到时候等援军来了，我们来个里外夹击，定能杀出一条生路。是是是。伯爷，援军，援军到了。援军好。伯爷，救援来迟，让你饱受围困之苦了。哼，竹山呐，你以为这样做就能戴罪立功吗？你私自调走北地官兵，置我等于危难之中，冷眼旁观我军将士与北齐大军鏖战，待双方耗损殆尽，然后你再突然从天而降，这就是你英雄之名所来？伯爷，不是这样的。陈国公调走我们，是因为猜到了北齐的阴谋，所以我们才带着兵到嵩山，夺了北齐人的粮草。陈国公在北翼截击援兵，陈国公让我们在右翼夹击北齐。伯爷，我们被北齐阻击在外，进退不得，也是陈国公带兵救了我们。起来吧。原来你早就猜到了北齐的阴谋。那这么说，我中了北齐的埋伏，你也猜到了？是的。我猜到了，那你怎么不提醒我？伯爷，现在不是争论这个的时候，如今当务之急是驰援京城。驰援京城？怎么可能？难道北齐已经攻到京城了？
北齐60000铁骑已经到了京东路了。什么？完了！原来北齐此战的目的不是北地，而是京城。60000人呐、啊！京城这下完了。京城不会完。在你被围困之初，我已经让肃宁关的兵马往京城去了。我就是担心时间不够，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能守得住，等援军赶到。沿途的官府兵备是干什么吃的？为何会让北齐的军队长驱南下？陛下，清河伯失去消息之后，前线消息兵部第一时间难以掌握，臣请命带领京东路大军前去抗敌，誓死保卫京城。准，西路也要加派兵力，形成全面防线。是。北齐的使者还没有回话？去信一直没有回复。陛下，臣愿前往北齐和北齐谈判。嗯，就等你的好消息。臣定当竭尽全力。陛下，北地不能一日无将啊！求您给陈国公一次机会。你是说，把北地的军队交给一个犯了谋逆之罪的人，然后等着他与北齐的铁骑一起南下，席卷京城？陛下，陈国公不是这样的人，想必是有一些误会。哦，那就是朕错了。陛下自然不会有错。错的是犯下谋逆之罪的陈国公和严查语错的宁大人。叔父，大军来了，京东西路不敌，我们遭到了伏击。陆大人，北齐军来了，快走，快走！跟我走，他们快打进京城了。北齐打进来了，据说西走买通了官兵，打开了百忙城的城门。清河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打算嫁祸给陈国公。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等等等等，我不能走。你不知道如今的情况有多危急，北齐人设计调走了所有的驻军，如今京东路边防空虚，韩大人已经派兵过去了，但是破城只是时间问题。京中城池稳固，而且尚有禁军把守，到时候等北地的援军一到，我们一定没有问题。等不到了，陛下已经要走了。楚然要走，天子一走，城中必然人心涣散，到时候城可就真的守不住了。所以我才让你现在就走啊！你只有在我身边，你才是最安全的。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走啊！今天你要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陆云杰，我要守住父皇的江山。父皇当时以青山为誓，要报家国兴旺，护子民安康。父皇走了，但他的誓言我不能忘。江陵，你终于承认
当初在牢里的时候，我就想带你走，但是我错过了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错过。所以你跟我走吧，好吗？就像保护九黎和九荣一样，我背负着天下人的骂名，迎娶九黎公主，就是因为我能守护在他们身边，我才能保护他们周全。我坐在武德寺的高位上，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能守护重要的人。我知道，所有人都在骂我恶贯满盈，我无所谓，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什么走狗。我陆云奇在乎的，是你楚九龄在乎的一切。走吧，啊，没时间了，走吧，陆云奇。人这一辈子，不光要活个生死，也要明白是非。我要的从来都不是安然求生，追随父皇的志向，追随父皇的豪迈，护子民平安，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。这是我的选择，也是我想要的人生。现在天佑风雨飘摇，我怎么可能独善其身？守护子民安康是我的职责，绝无半步可退。如果你真的想帮我，就请成全我。九黎和九荣那边，我会替你照顾好他们的。我陆云奇原来犯的错，我认，但我绝对不会再错。我知道我以后该做什么。真来不及了。二哥，我个人认为可能有消息了吗？确认了，明日北齐皇帝去边境犒赏三军，我们有机会。但是戒备森严，又是白天，不易得手，我们要好好计划一下。所以人不宜多，否则容易暴露。京城那边有消息了吗？京东西路不敌，北齐大军已经逼近京城了，明日必须成功，去探探路。九龄，等我。北齐攻城这样的大事，朝廷至今竟然还瞒着大家，昏君！只顾着自己奔逃，却连守城和逃生的机会都不留给百姓。北齐要打进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疯了吧？北齐要打进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瞎说什么呢？袁公公，啊，陛下叫您过去一趟。好。袁公公放心吧，这里我帮您看着。多谢宁大人。
麻利点儿，捡紧要的东西拿。宁大人，该出发了。啊，好。慢点，慢点。这些拿走。都准备好了吗？陛下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可曾走漏消息？没有。陛下，可京城还有那么多百姓，也顾不得了。快走吧。这京城剩下多少人口，在你眼里就是座空城吗？锦绣，锦绣，九灵，九灵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他们人呢？九灵回来了！九灵回来了！小姐回来了！小姐，小姐，你总算回来了！小姐，没事吧？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终于回来了！你到底去哪儿了呀？我没时间跟你解释了，北齐大军要打进来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办？京东路、京西路现在均已被攻破，应该最晚明日，最晚明日北齐大军就会抵达京郊，攻击京城。可是京城毫无动静啊，并无战备迹象。因为楚然跑了，他带着心腹已经暗中出京，他把整个京城拱手相送，城不要了，百姓也不要了。他怎么这样了？这个位置他怎么配坐啊？他枉为人君，现下京城的百姓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如今京城还有谁能主持大局？简直枉为人君，胆小鬼！我们要不要先去通知大家？怎么办，小姐？行。我去找贤王，锦绣刘掌柜，你们去盘点德胜昌所有的现银，想法子购置京城所有的兵刃利器。好，是。陈琦，你负责分配所有的兵刃利器，而且尽量去购买能够制作兵器的所有材料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交给我。小姐，那我呢？柳儿，你以九灵堂的名义去各大商行购置储备粮，今晚之前务必准备好，以免真正开战，不良商贩趁机涨价，百姓无米可食。好，知道了，小姐。如今京城有危，就靠大家了。我们同生同死，无惧无退。无惧无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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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去吧。好，走，走，走，快走。此话当真？消息一定瞒不了太久，最多明日早朝之时，京城一定人尽皆知，陛下已经弃城而逃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只有这一夜的准备时间了。是。城里的守备人马只有几千人，城外却有数万大军。如何抵挡得住啊？殿下，您别忘了，城中还有十几万的百姓，他们生死与共，大家可以一起抵抗。而且北地的援军一到，我们就有一线生机。可问题是，没有陛下的手令，五城兵马司并不一定肯听我的呀。如今他们听也得听，不听也得听，您必须拿出强硬的态度来。殿下，如今城中只有您能主事，千万百姓的生死掌握在您的手上。我
相信只要您能坐镇，定会像您从前所说，打走北齐匪军，保子民周全。你怎么会知道我从前的事？皇叔，因为我是九龄，楚九龄。没死。是那场大火我没死，我还活着。你的容貌，皇叔，容九龄日后再向您解释，此事您一定要先拿个主意呀。皇叔，您还记得御膳房的桂花糕吗？以前每年我的生辰都是您和父皇亲手为我做的。真是九龄啊！九龄，你要知道，带兵打仗最重要的，一，兵器；二，粮草。我知道，这两件事情您放心，我已经交予九龄堂和德生昌去办了。你若是男儿身，一定是个保家卫国的一等良才。这样，九龄，吴城兵马司那边我现在就去调动，如果他们坚持不听调令，卯时我派我贤王府的护卫到各个城门去堵，我看他谁敢开城门。好，皇叔，那明日卯时我们在东城城门见。那我先去准备。好。皇叔，你有世子爷的下落吗？自从他和陈国公一起逃离京城，便再没有他们的消息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走了。花伞嘞，回家了。选这小的，别两个。好，这个寓意好，就它。如果你问我，在我的生命里最美好的日子是什么，我会说，就是有你在的日子。我什么时候变成这么重要的人呢？没有消息，也算是好消息了吧。你机警聪明，定不会被拿住。此时，你知晓北齐大军即将攻城的消息了吗？如果带领百姓守城的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主子。哎呀，陛下怎么还未上朝啊？你看，不好了！陛下不见了！陛下不见了！什么？陛下不见了！这整个皇宫我都找遍了，始终是找不见人呐！都找遍了，都找遍了，就连三皇子也不见了！哎呀，完了，完了！完了！这北齐真的要打进来了！别怕，我是陈国公的人，世子受伤了，方少也在那儿。方少爷，方少爷，
姐夫，姐夫，他怎么会弄成这样？二哥为解我军之困，去刺杀了北齐的皇帝，才身受重伤。但通缉令还没有解除，我们好不容易一路逃出来，不敢贸然去医馆，没有办法，只好拜托方公子你了。三刀，先带他们回去，我去想法子请大夫。好，方少爷，大夫务必要可靠，否则更危险。好，我自有分寸，那你跟我来吧。好。老爷，如今我们可怎么办呀？不要哭哭啼啼，贤王已经站出来主持大局，京城不会乱。你也不要怪云昭消息传得晚，此时他能自保也是极其不易。我是自小看着云昭长大的，他的为人我自然清楚。可是老爷，你能不能不要去了？我必然要出去，我之前不出去，我是十军之禄，中军之士，我进言君不听，我必将死守不退。可君都跑了呀。就是因为君跑了，我更要出去，为圣人之道，为天地之命，为这黎民之声。战守最重要的就是防御有方，最忌讳的就是仓皇失措。当下我们必须做好分工，充分保证调动所有人物尽其用。关于布防，各位大人最了解，就交给你们来安排。好，此事我来安排。还有，从城中多挑些精壮之士，补充四个城门和各处城墙的人手，尤其是北门。此处城墙较低，北齐多数会从此处攻城。到时候以鼓声为令，集中防守，鼓不停，战不止。是是，陈七，你带领选中的民间壮士去德胜昌领取兵器。锦绣柳儿，你们去负责组织前来愿意帮忙的百姓，保证供给。快去吧。好，贤王。宁大人，惭愧，我来晚了。只要来了就不晚。中的轮廓在你面庞雕琢，眼波里时光交错，难掩的因果字字容我斟酌，命途多否折树难洒脱，明日何其多，愿将一世交托，空看繁星与山河，许久的承诺，人海两岸相隔，叹一句奈何，余生颠簸。辽阔天是你，风是我，终将被路过，风中追不舍，雨天焦灼。声声雨下落，相见难相逢，泪婆娑。将一世交托，共看繁星与山河，许久的承诺。
和余生颠簸。辽阔天是你，风是我，宿命是路过，风穷追不舍，雨天焦灼。生如雨漂泊，相逢不相识泪婆娑。